近排有啲咩工作？係啦，咁啊呢位就係我蕭先生嘅。哦。我係花園街嘅小販，係我手嘅啫，我只不過係幫嗰啲阿伯咧就打工。關於釘牌嘅嚟講咧，即係話變咗嚟講咧，俾嗰個阿伯咧，不能好大嘅壓力感。加上係我哋係打工嘅嚟講。 即係話有時對個老細對個嚟唔好嘅，我哋一日可以嚟講咧，造成佢一日之內釘牌就得啦，係報報仇嘅嘛，係咪先啊？加上嚟講，今次咧死咗9人之後咧，食雲柱咧個安排啊，個間隔嗰度咧係出現咗一個係我係公平嘅制度。以往嚟講咧排檔之間嘅嚟講係保持咧2-3米嘅，今時今日嚟講咧係噴到你1.5米。 咁試問一聲，2.3米嘅側邊可以放20寸嘅衣服或者一個果箱，對1.5米嘅排檔點樣放置呢個紙箱或者呢個生果去嘅？咁你話突咗去嘅就可以告嘅，已經超過咗1.5米，佢日日都喺度罰，日日都可以釘牌，花園街唔需一個月之內遷曬全部。啊，呢個釘牌嘅制度嚟講，應該。 徹底去貫徹家庭，先開始好做。唔係話咩？你而家本身你自己安排個位2.3同1.5已經出咗問題啦。啊，咁造成嚟講咧，你又加上釘牌嘅嚟講咧，助手同個老細更加壓迫，仲更加大。啊，咁咧即係話三尺乘四尺嚟講咧，已經嚟講咧係過咗時。 14座大家相信呢個答案，今時今日已經轉咗咧，係16座位，因為佢哋有錢600萬一個萬，我哋6000蚊一年，啊，政府對外嚟嘅小販低下層嘅小販咧係睇唔上，係真係想滅絕我，形成咗咧間房啊、樓上鋪啊，好多嘅定時炸彈咧係存在嘅，啊，劏房啊。 一層樓住9户人，係佢哋發生火警嘅，唔係花園街咁大火嘅，一樣係死人。點解食環署上年年尾燒咗68檔，唔第一時間係滅色冚色呢場火，唔俾佢再發生？等到今時今日死咗人，而係先嚟講係一次過想殺曬小販。 我覺得太過，係咪可以大家坐低傾下，大家尋求下咧？我哋比廣州嗰個步行街仲要落後嘅，我哋走先咗人哋幾廿年，點解我哋咁樣樣？仲係3乘4釘翻我哋入去，係針對未加釘嘅啫，係3乘4繼續咁落去嘅，講我相信唔會信心，因為家下嘅生活水準好高，牌主啦。 我哋代手啦，兩家人個生活全部咧就喺呢個3尺乘4尺之內。希望咧，大家一定要擠，可以嚟講擺翻車仔。做翻咧花園街嘅特色係小販嘅特色係車仔檔。我希望係咁多。即係其實我知道咧，即係作為小販咧，其實同成個社區都係一齊共生噶嘛，係咪？即係我知道聽講就啊，花園街嗰度大火之後，其實小販啊對於呢件事件都非常之難過，同埋亦都係做咗一啲嘢去即係表示翻係支持個社區咁樣。係係，我哋嚟講咧，家下咧個通道咧係有6米嘅，個小販嗰個走貨通道係嗰個馬路嗰度6米嘅。我哋希望嚟講咧，我哋家下嚟講咧，即係話收咗檔之後咧，足足有10米嘅。 咁我哋希望咧就留翻個架或者車仔空車嘅泊埋個排檔度，保持咧6米至8米個消防車嘅通道，因為下啲車仔咧好多大廈啦都唔俾我哋啲車仔即係搬入去樓上嘅，因為收檔嗰陣時間11點鐘，拆完個架整埋部車仔12點鐘，連橫欄咁推上 推入lift嘅嚟講啦，大廈個管理各方面嘅嘢咧係配合到我哋，係滋擾咗啲民居。 咁政府嚟講，希望咧能夠投放些少資源，改善下我哋第一最主要係防火系統先。可唔可以同我哋加個消防喉咧？
包括自動花灑咧，咁樣係配合我哋咧改善呢個咁嘅嗰個環境咧，啊，可唔可以製造啲話大啲咁嘅範圍俾我哋可以即係彈性嘅處理咧？咁樣樣，我就希望咁樣樣。即係所以我聽到陳生嘅意思就係、是、啊，即係其實小班嚟講，佢係願意去配合去合作嘅。咁但係可能亦都講翻就啊，咁政府個角色除咗話係做一個監管者之外，會唔會都係可能有一啲嘅支持，係即係令到小販都可以繼續係可以一個可持續嘅經營咁樣啦，喺一個安全同埋合理嘅環境之下繼續經營業務咧？我哋希望咧，食物署咧又俾個指引我哋，又加上嚟講係俾啲知識我哋，咁嚟講嘅個宣傳教育。是很緊要的，因為小販來說我們那些因為有些八十幾歲，有加上我們那些是即是小學三年級，那麼對於這方面的防火物料啊和安全的守則我們是不太了解，希望他呢就是投放一些資源做的宣傳啊，也給了我們、啊、教育我們，就是這樣，好像他昨天來到，那我都讚他的，食環署我都讚他，哇那就好了，加下你認為呢檔邊個擺得唔好嘅，你出句聲，咁樣指引下佢，教導下佢哋，咁好，唔使一嚟到就報上嘅集集集集片相，抄埋攞身份證嚟，牌主唔喺度，攞嚟。咁嚟講咧，變咗嚟講咧，就係、是、個衝突咧，就喺呢度嚟噶。啊，咁你指引咗佢話嗱，呢條界嘅車仔唔好過呢條界，呢個窿唔好過呢度，咁樣，啊，旁邊可以咁樣樣。即係咁嚟講咧，佢家下每一隊個嗰個執法都唔同，變咗咧，你我哋咧就係呢隊可以咁樣，嗰隊可唔可以咁樣樣？我哋都唔知牌子先，聽唔聽邊個？總之就係咁樣。好，咁啊，多謝曬啊陳廣超先生啦，或者可能睇下葉寶玲小姐會唔會有啲咩可以補充啊，或者評論下。